家己袂光明过路，消散的形影，拢是为着阮的前途。若是请阮的辛苦会当换来一份幸福，妈妈讲伊是欢喜，甘愿为阮吃苦。像小孩般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才能摆脱？生在娑婆，是来度众生，指引迷惑的众生走出这迷雾。如今佛陀虽不在，佛法依然在，奉行佛陀的教诲，就像佛陀牵着我的手。有佛陀明灯。
在那彼岸等着我。然后你打开了吗？